平时而且感谢大家的辛苦啊，今仔日是咱金钟镇啊，归到萧人乡村啊，请将大阵啊的好日子啊，非常感谢啊，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就是万分的感谢之意啊，今仔日会请将大阵啊，非常的隆重。那么，请各位工作人员啊，在进行当中啊，当注意啊，咱的安全啊，随时保持啊，要有警戒心。今天啊，来请各位改正啊，当